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好，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就来填意见表。好，谢谢。本案有关历史建筑圆洲近村茶行部分扩大保存范围的审议案，出席委员二十二位，那么都同意啊，都同意。那本案决议同意新增西宁北路79/3号纳入历史建筑圆洲近村茶行保存范围。那稍微做一点更正啊，刚才第一案的这个出席委员是21位，啊，21位啊，做一个更正。那第二案是22位，因为我们的局长不在了。好，进行下一案，谢谢。审议案三，案由内湖区吴浊游文学奖纪念碑及吴浊游亲笔七言诗碑作民众提报案件列册追踪审议案。案由内湖区吴浊游文学奖纪念碑及吴浊游亲笔七言诗碑作民众提报案件列册追踪审议案提请审议，依据《一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4条，办理情形：一、爱心民众于109年2月提报青龙寺文学碑区吴浊游文学奖纪念碑、吴浊游文学奖纪念碑之圆洲碑，提报表详附件一，查二碑均非列册建物。本局逐《一文资法》第14条规定办理列册追踪现场勘查暨审查会议。建物基本资料：地址为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3段256巷2号，坐落土地为内湖区碧湖段1小段122第1号，土地所有权人为财团法人金融院，构造物为吴俊浩登记。三、本局109年4月15邀集李强安委员、刘淑英委员、戴宝春委员、周忠贤委员、王美娥委员请假，办理列册追踪现场勘查暨审查会议，结论略以：一、委员意见及综合评估后，吴浊游文学奖纪念碑之圆洲碑不予列册追踪，吴浊游文学奖纪念碑予以列册，令当日会刊委员就庙前停车场吴浊游亲笔七言诗碑作亦表示具价值，建议一并予以列册追踪。四、委员意见摘要如下：一、吴浊游文学奖纪念碑是金融寺信权法师与吴浊游为至交场提供开会场地，所以在寺内空地立碑。那它是方石条的碑型，四面皆刻碑文，在台湾较少见。碑座正面刻吴浊游诗作4首，并记述吴浊游文学纪念奖之缘由，并由当代文人学者题字，包括女诗人吴燕生、文学家钟兆政、台湾大学医学院汉文教授叶步及，具历史文化意义。二、吴浊游亲笔七言诗碑作与吴浊游文学奖纪念碑共同形塑室内文化氛围，建议一并列册追踪。那这是本案的地级地形图 ，A 的部分是吴浊游文学奖纪念碑 ，B 的部分是吴浊游亲笔七言诗碑作。
是吴浊流文学奖纪念碑四个面的现况照片。那这是吴浊流蜻蜓青眼石碑做的现况照片。拟盖一提琴统一吴浊流文学奖纪念碑，吴浊流蜻蜓青眼石碑作维持列车追踪。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以上。好，谢谢。陈小姐哈，有没有要补充？没有哈。好，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停啊，一先走。本案有关内湖区哈，内湖区吴浊流啊，这个文学奖纪念碑及吴浊流蜻蜓青眼石碑作严重提报案件列册追踪审议案，出席委员22位，18位同意持续列册。4位是同意进入指定或登录审查程序。那持续列册的达这个半数以上，所以本案决议持续列册。好，谢谢。下一案。审议案是直辖市定古迹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城区部文教大楼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24条古迹修复及再利用办法第14条，办理情形一，直辖市定古迹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城区部文教大楼，是本局于2008年4月25日公告附件一第23页。二，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2008年12月31日进行期末报告书审，续于2008年11月29日办理修复及再利用计划说明会。三，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于2009年1月30日提送修复及再利用计划获许，本局于2009年2月12日邀集与前瞻委员、薛勤委员、刘淑英委员召开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城区部文教大楼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会议，提问6委委员意见修正，在送本局办理部分。四，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续于2009年3月26日检送修正后报告书获许，经检视叶一委员审查意见修正。补充资料：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城区部文教大楼修复及再利用计划一份，这是地籍地形图。拟办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查，并审查决议办理后续。后续请建筑师进行修复再利用计划的简报。好，来请建筑师来简报。
因为今天的进度比较快，所以我是执行建筑师，那学校的人还在路上。那以下说简单说明那个城区部我较大的就是在杨树大厦业务。好，它的整个范围其实是在内江街29号，那在学校城区里面，它是在最里面那个后面那个出现框的那个部分，上图是它的现在的正面面部下页。好，来下页。那在整个发展当中来讲，其实那个护理健康大学在整个台湾的护理教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那它的实验形成在1947年一直到1950年之前，那后续那中间有些爷爷传承，这些都在后续再叙述。下一页。那这个地来讲，在护理健康大学进去之前，其实是当初的那个学校用地，那三民堂曾经在这边使用过，那陆续从日治时代到现在一直都是学校用地。好，下一页。那现在发展来讲，我们就要到在前面。那目前的那个台大北分院是原先那个设计的那个地方，或者后来拆掉之后两件。那左边的九层护理大厦也已经拆除，陆续改建中。那底下的照片是目前它的样子。那九层角落的那个九层护理，那九层医疗大楼内部已经拆掉了啊，专业。那对他来讲，这个案子这个房子比较特殊来讲，其实是因为他在整个的建筑史上面来讲，开始从原先的地官室来讲转成这个现代建筑的样式，而且也是本土建筑师开始接触这个部分。那他的整个经费来讲，实际上是1亿美元的部分。下一页。那整个房子来讲具有特色，当然最有特色其实是那个他体育馆部分用了全吊系统，那当时是蛮大的设计，那就开头的。那经过我们讨论之后，他现在工程师，那因为当时在设计的时候，那个官方已经过世了，所以他设计的是高尔潘啊，结构设计是出玉梅。那营造商经我们那整个经常说，应该比较可能是天台营造厂的顾成梅。那顾成梅在当时孙科担任行政院的时候，曾经颁发全台湾十大建营造厂之一。好，下一页。在这个房子其实经过当时921的时候，经过教育部曾大规模的耐震处理耐震项目。那因为这个房子的结构有问题，所以后来曾在2007年做过结构补强，也就在相片里面你会在后面看到的那个比较大的斜刃部分。那在它的两侧部分也把部分墙面改成它的剪力墙部分。好，下一页。那这个是标示的是它的结构补强的位置，包括侧面跟那个平面其实都有。好，下一页。那所以我们建议的修工程，包括说，其实它这个房子一直有人在使用，所以我们建议它应该处理部分啊，屋顶方选择墙，然后一流的部分拆除去，以便我和在五级公寓里面的那个一楼排空设计。但它有些零星修缮，比如它的瓷砖有些掉落，然后今天有些问题，包含说因为不同的单位进驻，所以它的交换墙上是用的方系统分开在处理的。下一页。所以整个罗列来讲的话，整个预算部分大概在这一边。那我们算起来，大概整个的修复的预算大概在6700万左右。当然中间有些部分也，比如说如果像结构补强那一部分，我们当然光列要3000多万，但是如果就这样再继续延续使用，不需要再重新结构补强的话，那部分可能可以省掉。那其他的计划费用我列不下。好，下一页。那这个会之所以会直接当然会涉及到说，因为它原先是那个台大北部分院跟国北部那个要办理土地分割，那原先的计划拆除，后来因为直接补齐之后，所以它的土地分割有所调整，那这是以后会被分割的样子。那那个古迹文教大楼以后会全属于国北部去管理维护，那整个土地会分成三份，中间部分会归那个北部分院所有。好，下一页。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来，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隔壁的。来，请哪一位？这个案子是那个修复再利用，那因为
尤其面临这次疫情，大家知道护理第一步对台湾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再利用，可是我看我没有审查方面这些，但是我看到现在的总结案的报告，一个再利用的部分好像内容相当多，是不是可以做，或是有没有校方有没有什么看法跟建筑师有讨论，不然但是好像只有两三行字，那这个再利用到底是什么利用？OK， 那个对于这个把占用部分来讲，目前学校规划作为他那个进修推广教育来使用，也就是说，所有的护理科系都会移到他的那个实排的教具里面去啊。那这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当然是因为跟台大北卫院分家之后，它的效益就会变小；另外一个是它是集中在一个精华的市区，所以他们把它转成进修教育推广使用。那在整个计划当中，其实一直在调整当中，但目前来确定是把进修教育推广使用。那会有很多的像推广教育啊、这些教室啊这些东西，所以后续的修复设计会并用它有些室内中学的一笔来使用。那当然中间另外一个会谈也是，我们一直希望它一楼能够打开，这样对于这个房子会更有利。那这个部分学校里面也还在讨论当中，但最后希望是来讲把它打开来去使用。好，来请来。这样未来是要做推广教育。那刚刚在说明的时候是说，因为这个，因为我小时候就念西门国小，就在隔壁，对，就每天看着他。那我的意思说，你们刚刚有讲他是台北在做普通教育的，也是非常兴趣的。所以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展示，就像台大那个？台大医院的这个旧馆啊，医院里面有一些展示啊等等，还是你们只是做推广教育？所以这个再利用，我觉得不是很清楚。目前学校的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那个推广教育使用，那会有一些装修。那至于说它的对护理教育师来讲，有提到说可能会放在二楼。那因为二楼来讲，目前的使用是那台大北部分院当做行政空间使用。那分开之后，台大北部分院的行政空间会移走，所以那块空出来，所以会有些展示这些东西放了。那当然，还有一个是一楼部分来讲，如果能够处理开放来讲，可能还会放一些有关设计师的一些赠品一些东西。那 actually 来讲，在那个北部来讲，已经计划在这个。就是在用计划结束之后，他也预计要搬到了台北站，好，然后那个把这个东西整个换成，因为对他们来讲是能够有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做到一个案子，尤其是在当时技术来讲比较先进来讲，对于郭北部来讲其实也是非常压力。在这样发布之后，他后续计划就必须在心里收起。我个人是觉得，除了建筑师展以外，对于这个。台湾的护理的历史，因为要从日据时代开始也就在推了。那这一块的那个软体的内容其实是蛮珍贵的，包括他们以前的制服的改变啊、工具啊、程序等等。那这一块可能是希望学校也能够对自己的历史有所爬梳整理出来，我觉得是对我们的护理教育是一个领头羊啊。以上，你下大了没有？到了，后面那里有个主持人。好，那各位还有其他意见吗？来，请那个跟委员和主席补充哦。因为古迹它可以分两阶段，就是它第一阶段修复再利用计划哦，将来还要交一个古迹的修复设计来审查，所以它的修复再利用可以在第二阶段再调整，再过来更改。所以原则上今天的部分，他们做原先做教室或是还没有想好的部分，可以在下一阶段再一起修正。好，各位有没有其他意见？啊，没有。大概在地的台北是几乎有一半是在这边出生的，我的两个小孩在这边。所以啊，这个是非常很复杂，还是转到别的。好，谢谢。那我们就来填这个意见表。
好，谢谢。那么本案有关直辖市定古迹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城区部文教大楼修复再利用计划审查案，出席委员22位都同意和同意，好，所以达到半数以上。本案决议同意修复再利用计划审查通过，谢谢。下一案。第一案五案由中山区建国北路一段23巷248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及历史建筑铁路局机务段员工联动宿舍变更公告暨部分废止审议案。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7、18条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本案登录及后续历程说明如下：一、本府96年2月27日公告登录铁路局机务段员工联动宿舍为本市历史建筑，保存范围为形貌及整体建筑配置形式均需保存，如防火山墙、双并格局、东西向道、南北向、防火向均应维持。管理单位分别为财团法人台湾铁路管理局、职工福利委员会。内政部营建署、交通部公路总局。二、内政部营建署规划办理中山女中南侧地区都市更新案。本案历史建筑位于该都更范围内，该属于102年委托办理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女中南侧地区历史建筑保存维护计划。计划主持人为台科大王慧君老师。该计划经102年8月15日本市文资会第51次会议审议通过，历史建筑之保存依下列原则办理：一、位于八德路二段167巷折侧之建国北路一段11巷、17巷建筑物原地保留，另八德路二段167巷左侧之建国北路一段11巷建筑物中保存良好者，移至邻八德路二段路边，同时堪用构建应再予利用。二、同时保存建国北路11巷北侧高阶官舍之双拼宿舍，行宿长安东路二段、八德路二段167巷、八德路二段及建国北路一段所为何区域为历史建筑园区。三、建议营建署及规划执行单位应与当地住户建立完善之沟通，以确保都市更新顺利进行。三、本案建物管理单位于107年11月间同意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下称住都中心）办理本案历史建筑修复再利用事宜。108年10月间，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亦同意由住都中心办理本案文化资产价值评估及历史建筑修复再利用事宜。四、住都中心于108年10月提送本案历史建筑修复及再利用计划，本局于108年12月4日召开历史建筑修复再利用计划审查会议，会议结论略有：一、有关中山区建国北路一段24、80号建物，请住都中心提送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过局，并本局后续依文化民资法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议程序；二、请住都中心先行就中山区长安段2小段298、305D号范围内之历史建筑提出整体评估报告及后续处理方式评估等。五、本局续于109年2月18日召开本案历史建筑保存范围咨询会议，会议结论略有：本案历史建筑之一致保存，其整栋户有户室单位、户室的单位作为评估重点，另请说明不再保存之栋数、理由及后续处理方式。本案历史建筑保存标的之变更，请住都中心依102年历史建筑保存维护计划内容提出相关申请案，并立本局办理后续。六、住都中心依上开会议记录提送本案文化资产价值及整体评估报告，并于109年5月5日来函申请本案历史建筑保存标的变更，变更内容如下：一、新增登录历史建筑，建国北路一段23巷。2、4、8、10号等四户；二、废止登录历史建筑，建国北路一段11巷21、25至32、34、36、38、40至48。